朋友，而且哦，所有女生们，她演过大家非常就是多人喜欢的影视作品，而且所有女生们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她的到来，我也很期待，因为我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跟她一起直播一次，所以今天让我们掌声欢迎今晚的嘉宾，著名演员赵丽颖来喽。Hello 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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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小心要坐椅坐椅子，对，要先踩踩一下踩一下，对，不好意思，这边比大家再简陋一点点。好，看这个主机位就行。对，然后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晚上好。李佳琦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赵丽颖。所以我底下声音如果过大的话，会把你吓到吗？因为我底下直播声音很大，就是那种买它来咯，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会觉得会有点压力。可能你就是到时候在拍戏的时候，这边可能听不到导演说咔那种感觉。是，今天非常感谢赵丽颖，就是从就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听说是从剧组里面来的，嗯，对不对？而且好像是一部新剧，在非常就是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对，刚刚开机，刚刚开机，所以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而且我之前有做过功课，好像你也是就是比熊铲屎官之一，对不对？你自己好像也养了一只比熊，对，但是他因为我在拍戏，没有办法长时间照顾他，是后来给了我。给了家人，对，给我哦，所以是什么的，就是情况下会让你选择养狗狗的话，选择的是比熊啊？啊？就是什么情况下让你选择比熊？这种犬种的，什么？是别人送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去选的？剧组养的。哦，你在剧组养的？剧组领回来的。哦，剧组里面领回来的。在拍戏，它是那个道具狗。哦，所以它是演员狗狗，对对对，所以把它带回来了。对对对。它名字，哦，有点冷是吧？来，不好意思。好，就是那个，可以问一下狗狗现在多大了吗？它得有10岁。10岁了，就挺大了。已经挺大年纪了，对对对对，其实。OK， 所以养狗狗是因为在剧组里面跟狗狗产生了很好的一些就是情感，所以就把它领回来养了。对。那你知道奈娃家族吗？嗯。那是我的一个 IP， 也是我的一个狗狗家族。对对。对，就从一只母狗狗变成了一个大家族。刚刚你应该有跟他们玩吧？有。所以你刚刚跟就是玩的是。玩的是佩奇还是妹妹？应该是佩奇。妹妹还有佩奇，妹妹还有佩奇，妹妹还有佩奇。跟我的狗之前长得还蛮像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真的哈。我们佩奇跟很多的狗狗感觉都长得一模一样的感觉，就是圆圆的。圆圆的很可爱，很可爱，是是，就是我觉得比熊是真的会有一种疗愈跟治愈的那种感觉。好啦，那所有女生们，今天其实丽颖来的话，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了很多的好东西要给大家分享，比如说就是你很喜欢的，而且是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年官宣的欧舒丹，对，对不对？欧舒丹，对，还有好想你的，对 ，NARS 欧舒丹以及好想你的早，那所有女生们。今天我为了让你就是第一次直播带货，给你助力，要给你打打气，所以帮你准备了三个道具，啊，也是我标志性的三个道具，也希望也不要把你吓到，因为我的道具也非常非常的奇特。我们有唢呐，还有锣，还有小黑板，因为我们在大促的时候都会就是比较激动的时候，大家抢货的都会吹唢呐，然后敲锣，让他们不要睡觉，因为现在10点半了，很多妹妹可能就要睡觉了，所以等一下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就是每一个。就是产品的时候你挑选一下，然后用哪个产品来当做这个品牌的一个助力道具，好不好？好，就是一个小互动啊。嗯，好的，那所有女生们，第一个我们欧舒丹你会选什么？这三个里面会选什么？锣。锣，所以欧舒丹你就要给他拿锣了。哦，好，那等一下我们卖欧舒丹的产品的时候你就要用锣，说三二一你就梆敲一下就行了。好，好不好？好的，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第一个带货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欧舒丹的桂花的沐浴露，对，两件套，这一款你有自己用过吗？我自己用，你就是自己在用它。我跟你们说，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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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用，而且这是欧舒丹应该是最新的一个味道的身体护理系列了。嗯、而且、哦、欧舒丹他们家就在身体上面，比如说我们有之前的樱花款很好闻，然后包括这次的桂花款，其实桂花款在现在就大家非常非常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现在很多的桂花都有在开，然后包括我们走在大马路上的时候，会有那种桂花香味就会扑面而来。是桂花款，我们这个做到的是一个沐浴露，再加一个身体乳。就是你有用身体乳的习惯吗？就是平时自己会经常用，一定要用，嗯、对, 对对，因为会很干，会很干，会掉皮，会掉皮屑，所以大家一定要用身体乳用起来。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欧舒丹的洗护类的产品，洗完了就不会很滑，就是没有那种假滑感，对，对不对？而且它洗完了之后也不会说是那种特别特别干涩的感觉，嗯。
所以好感觉我像我在给你种草一样的感觉。而且哦，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欧舒丹非常好一点，就是他们家都是用到的牛油果果脂和向日葵的，就是那种籽油，然后做的身体护理，就在你洗澡的时候可以帮你清洁干净的同时，可以帮你干嘛？可以帮你很好的快速吸收，不黏腻，而且不闷闷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家的身体乳特别特别的好用，因为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清爽。对，不油腻。不油腻，就冬天你用起来它也不会觉得很油腻。包括你是油皮肌肤的话，它用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油腻那种感觉。来，所有女生，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质地，好不好？来，这边是我们的身体乳，我们用我们的聚焦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真的非常非常好的流动性，就是完全不会很厚重，它自己就会有一种很自然的流动，只要你轻轻推开之后，看它就化水了，就是完全不会有那种厚重感。而且就是我知道女生可能很讨厌抹身体乳的时候会有泛白的情况，对对 对, 对, 对，有一些身体涂不开，涂不开就怎么抹都抹不开，然后很黏很糊的感觉，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泛白的情况。而且涂完了之后睡到被子里就感觉做梦都是桂花的香味，做的梦都是那种甜甜的那种梦。所以美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个产品，这个也是限量版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只有8000多，而且欧舒丹已经在我们直播间10月20号全部都卖空了，只有8000份，照例引来我们才给到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哦。440一瓶正装，两瓶正装，佳琪直播间410元领30元尾款优惠券，买就送樱花沐浴露75毫升三个，再送樱花身体乳75毫升三个，领35元的尾款优惠券，好不好？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我说三二一你就棒，好啊，来三二一上链接，哇，很棒，比我敲的声音大多了。你知道我20号敲的声音完全都是哑的那一种，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领30元的尾款优惠券，我们只有8000份哦。而且我觉得这个时节大家买，我、哦、下架了。这个时节大家买桂花香味非常非常的好闻。就是真的好，就是有点应景的感觉了啊！因为冬天闻桂花香味，就身上那种味道，就你不用喷香水，都会有淡淡的那种桂花香的体味出现，所以大家可以买起来这一款桂花套装。好的，谢谢你，我帮你拿我挪吧。这样，我们稍微玩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就是 A 跟 B 只能选一个，看你平时的习惯是什么样的，好不好？好，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做饭跟干饭，你选哪个？干饭。干饭，所以喜欢当干饭人，所以你平时吃的很多。只是不想做，只是不想做饭而已。好的，直发还是卷发？有点难。对，都喜欢，都可以，都可以，就是随便，就是每天造型可以都不一样的那种情况。对，好，来下一个，囤货还是用完？囤货。所以你也是个爱囤货的女生。我很爱囤货。所以你会有没有那种，就家里面如果护肤品或者是洗发类的产品或者是身体类的产品没有了，会有一种很急的那种感觉？不急，但是我会，就是我要喜欢囤，就每天晚上我都要看一下数一下，每天都要数一数家里面还有多少囤货。对，就要看，很想着急用完，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就要看一下，但是又会越用越多，越囤越多。啊，就会就是一直会，就所以就像这种套装，就很喜欢买套装，就都很多。你有没有记得你一个产品可以最多囤多少瓶？你有算过吗？我可能不太会一个产品，我会换不同的，换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可能清爽点的味道，对对对，然后冬天的时候可能温暖点的味道，都会进行囤货。对，哦，很厉害，也是一个就是购买狂魔啊，就购物狂魔，就囤货狂魔的。囤货。好的，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的那个桂花系列已经上来了，在宝贝链接的108号宝贝，哇，所有女生们，我们加货了，最后的2000份，只有8000份哦。我们的桂花系列的欧舒丹已经加货了，大家可以多多的抢一抢。还有最后的2000份，记得领取30元的尾款优惠券，在11月1号的时候付尾款就行了，好不好？辛苦大家。那所有女生们，接下来就是赵琳本人非常喜欢，而且我其实是因为你的广告而种草的这个产品。以前我可能也是用欧舒丹的身体系列，但是因为你代言了这个系列，所以我说我要试试看他们家的洗发水。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只用这款洗发水。因为我是经常要做头发嘛，因为男生就做头发比较重要，所以我每天就会有很多的发胶啊、发蜡呀、护发产品在头上。所以而且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出差的时候都会容易长痘痘啊，就我头上容易长痘痘，就是压力很大，然后有的时候不睡觉、哦、然后有的时候从南方到北方的时候水油不平衡，然后头皮就很有一点点刺激的感觉、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烫发，然后漂发，然后那个夹板每天都要夹，然后做造型，然后热损伤，就感觉头发很容易断，就是没有那么的强韧。对对对对，
这一款我跟你们说真的绝了，你们试试看这套产品。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综艺里面包括影视剧里面赵琳的头发都是很多很浓密很乌黑亮丽，所以你有什么护发的小秘密吗？我其实就是一直在用欧舒丹系列，对，然后它因为它的护发素不会那个就很容易冲洗，就是不会残留。对，我其实一涂就涂很多的，哦、就感觉你用护发素量很大，就感觉有被吸收的感觉，因为它不会让我觉得这个护发素会很那个衣服吸附在那个头发上然后不好冲洗的感觉。确实有一些护发素是真的很难洗，而且用完了之后头发特别重，对不对？然后吹头发的时候吹也吹不开，就是一坨一坨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丽颖喜欢欧舒丹的护发素是因为它非常非常好冲洗，对，可以按摩头皮啊，可以按摩头皮，自己就是经常按摩一下。是，所以你洗头发的时候大概要花多久时间？你有记得吗？或者我这样问吧，就是你如果拍戏拍到很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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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到酒店一定会洗头发吗？然后洗头发再睡，还是说可以第二天再洗头发之类？如果卷了头发的话，其实两天可以洗。哦，两天洗一次。就太懒的话，也是对的了。就是女生可能不用每天去洗头发，就两天洗一次头发，你的平时的那个频率。对。哦，所以美们，就是第一个，丽颖刚刚说到她的一个护发小方法，就是她一定会用护发素，而且她会用大量用护发素。其实护发素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上次我们请老师来的时候做了那个护发小课堂，老师就说很多美眉在烫染，包括每天用夹板做造型，其实热损伤对于头发的损伤来说是很严重的。而且如果比如说你烫染，然后漂发漂的比较多，很容易出现从头发中间断。这就是头发的强韧完全达不到，而且头皮的微生态也很重要。像很多美眉会说，佳琪，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有点掉发困扰，或者是那种脱发困扰。其实美眉们，你们的头皮环境一定要做好。那这个洗发水，刚刚我们丽颖说到了，它可以直接洗头皮，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用黑科技叫做寡糖益生元，它可以帮你平衡你头皮的微生态，来强韧好你头皮的一个健康度。因为头皮健康了，你的头发会越来越浓密，而且不容易掉落。然后第二个，它里面是用到的薰衣草精油，它的味道好好闻哦，就是你洗澡的时候感觉会有一种定制香氛，或者是那种调香师帮你调出来的一个 SPA 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法式浪漫风，而且是有南法风格的特色洗发水。就是这一套，这套就是我自己用完了之后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洗头皮，然后也可以强韧我们的头发。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的价格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晚上的活动力度非常非常的划算。其实欧舒丹的洗发水确实是比较的偏贵价，而且这一套因为它的成分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其实买下来的价格活动力度真的很划算，555毫升护，而且这是替换装，就是你用完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替换装放进去，又是一瓶新的。所以我们送500毫升的洗发水的替换装，再送75毫升大瓶的护发素三瓶，你们带出去用，然后再送我们5个50毫升的护发素250毫升。所以我们505块钱到手的是一瓶两瓶三瓶四瓶的量。其实500我买了两套，就是252块5毛钱买了一套，然后一瓶的话就是120多块钱一瓶，所以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相当于五折的价格。来吧，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上链接了，欧舒丹的五合一草本平衡洗发水要来了，好吗？来，3、2、1，我们上链接。我们就会上在109号宝贝。如果你是喜欢囤货的女生，我建议你，如果你就是以后就是拍戏拍完了有空在酒店里面的时候，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很适合囤货。真的吗？看过你的。你有看过我直播间，在我直播间买过东西吗？没有买过，我没有那个手，我哪跟得上这个速度。是我们上链接喽，在我们的宝贝链接的，就是在这里109号，然后他们就会买东西，现在已经6061。那现在就上一下就没了吗？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去付定金，然后我们的货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了。哦。对，下架了。还可以再加一点吗？可以再加一点哦，现在已经6908套，就这样子买东西。就很快就下架。对，很快就下架。特别大促的时候，他们买东西的手速真的快，就是那种一秒钟就可以买到10万套、5万套这样的速度。就是他们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快速的那种。所以你可能在直播间抢不到东西，对不对？我是抢不到的。应该在直播间是抢不到东西。看一下热闹。是，来我们加好喽，所有女生们，欧舒丹的头皮平衡系列的洗发水已经加好了，0毫50元的尾款优惠券又只有200了，又只有76了，没了。你是在不停的？对，我会看不停的看他的那个还有多少库存，如果没有库存的话，我叫老板加货。如果老板没有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所以我要及时的去看他们那个后台的库存，
来，我们上链接喽，辛苦大家哦，109号宝贝，大家想买的女生一定手速要快，好不好？辛苦大家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好的，来，我们把这边移过去，谢谢。那所有女生们，接下来我们带来的产品就是 NARS 的中国限量版。你今天涂的颜色也是 NARS， 对不对？你涂的是。我是红咖色，红咖色底，然后那个枫糖红绿色有上面叠涂，叠涂哇！你今天是叠涂的，所以你平时选择口红的颜色是化妆师帮你选还是自己选？我自己选。你自己喜欢选口红的颜色，就是我今天想涂这个颜色，明天想涂那个颜色。就是怎么说，我很少涂，但是我最近比较爱涂口红，对，啊、因为我。最近特别喜欢这种暖棕棕的颜色，然后暖暖的颜色，因为其实在秋冬天穿毛衣的时候或者穿那种外套的时候涂这种棕调的颜色和咖色特别好看，最近觉得这样的颜色格外的美是什么样的契机或什么样的场合觉得就格外的漂亮？可能因为最近在拍的戏吧，特别适合这种暖色的、哦、然后正好赶上冬天，是就会让人感觉暖暖的，而且很好搭配，看起来气色特别好。是，确实我跟你们说真的，就今天我觉得丽颖涂的这个颜色好好看，而且它是两只口红的叠涂，对，非常的搭，非常非常的搭。而且所有女生们，一个是很有元气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是那种特别显白的，有一种就是糖炒栗子的感觉，有没有？就是板栗，然后糖炒板栗的那种外壳的颜色，有一点点焦糖，焦糖颜色，就是很温柔很显气质的颜色。今天它的叠涂非常好看，美们真的相信佳琪 NARS 这两支绝对绝对你可以入手，第一个就是枫糖红绿色，第二个就是红咖色。那今天你来了，我让你看看我平时怎么涂口红的，好不好？好呀来，我感觉你很期待。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聚焦镜头，你看这一支中国限定版的口红，它的膏体上面都是做这样子的一个丝带的绑带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有质感，它的膏体上都做了不一样的，而它的管身从以前的黑色的管身变成了这样的银色管身，所以这个的话都是我们的限量版。这两件颜色随便怎么买，你绝对相信佳琪，一个是气闪当当，一个是气场担当，另外一个是温柔气质担当。要试一下吗？当然，我来试给你看。我给你就是教你涂口红的方法。真的超级好看，这个、是真的超级好看，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你们一定要买它。但今天的货很少哦，因为这个是真的，本来10月20号就要上，然后就知道因为你要来嘛，所以我们把这批货留到了今天，就是一个都没有上。对，而且提前帮大家上我们的 NARS 的限量版的口红啊。好，我先擦擦嘴巴，不好意思。好，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快涂口红的方式，就是我涂口红会很习惯先把就嘴唇放旁边，就哒哒哒哒这样压白，就是让它的颜色唇色不要那么的深。然后因为今年流行，如果干了怎么办？干了涂润唇膏。对，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家里面有，就是你如果冬天嘴巴很干的话，你就买这种唇油，然后用这种唇油，你看啊，在头上贴，你的嘴巴就是那种润润的。但是如果那个口红它会发油啊，会亮。如果口红一样的话，我等一下再教你一个方法，很简单，我来先涂，就是第一个颜色就是红咖的枫糖红绿色，好吧，这几颜色。然后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平时比如说没有化大浓妆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上班的时候，平时日常想要气色变得很好的话，你就把这个口红，然后怎么涂啊？就在你的唇心里面，对吧？在边边角落里面一定要涂好，然后就这样，然后用手指一定要从里面往外晕，因为我们的唇峰的地方一定不要过于实。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的偏日常一些，然后你的唇的边边角角一定要照顾到，然后下面用手指晕开，然后整个颜色涂好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在唇心里面叠一下，叠深，然后抿到上唇去，然后再调整一下日常涂法。是不是？你看我们两个在镜头里面，你的嘴唇颜色会比较的偏气场一点，但是我是薄薄涂会比较的偏温柔一点点，而且它会比较的是自然。然后如果你是平时伪素颜或者是那种化了一点点的小淡妆，你就可以这样去涂。这是第一种涂法，而且你嘴巴不会干。第二种涂法我教你们特别特别好，就是丽颖的这种气场全开的涂法，来哦，全唇这支颜色就整个就出来了，绝了。全唇是不是很好看？
所有女生们，你们看全唇，整个气场立马就出来了。所以你们平时上班的时候可以薄薄涂一点点，下了班闺蜜约会啊，包括别人就请你去出去玩啊，然后开个 party 啊，你就一定要把这拿出来全滚两下，就把嘴巴的颜色滚得特别浓郁，你就全程去整个秒杀全场的口红颜色，而且会让你整个人看上去不是那么的有攻击性，因为它这种是比较浓郁的暖色调，它会显气质，但是颜色又不会什么，不会说好像跟那种大红色比不过，我们的棕色也可以比得过大红色，对，是不是？没有攻击性的颜色，但是很温暖，而且我也有自己的气场，很高级，很飒，很高级的感觉。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没有？这支颜色你一定要买到哦，我们今天只有6400支哦，哈，我今天就选了两支限量版的颜色给大家，只有6400支，而且今天的活动力度超划算。我先把第二支颜色试了，告诉你们什么叫做那个活动力度，好不好？来，我把嘴巴卸一下，我帮你们试第二支颜色。所以你看我涂口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怎么说话速度已经很快了，怎么涂口红这么快？对，你的嘴很漂亮。谢谢，夸我一下我就有点害羞了。来，所有女生们，下面一个红咖色，这支颜色的话更少，这就是气场全开的、惊艳全场的红咖色，给你们看一下。首先还是薄薄涂哦。这个颜色就比较低调。这个颜色比较的偏低调，而且比较的偏有一点点像你涂了一个大红色，然后喝了一口拿铁或者咖啡的感觉，就它有一点点的棕调咖啡色在里面，然后整个人的感觉就气场就完全出来了，这是薄薄涂的效果。然后我跟你们说，全唇涂绝了，这支颜色太好看了。所以你涂口红大概要花多少时间？要花很久。要花很久时间。对，因为那个形状真的很难。所有女生们，你看这几颜色涂出来有没有有一点像什么？像那种砖红色。哎、真的好好看、哎、是不是很好看？这几颜色，就是如果你以后要有什么角色是那种要稍微的，就是那种气场大的那种的话，一定要涂这支。而且厚厚涂，复古。对，包括你盘那种头发的时候，然后你穿那种稍微就收身一点那种旗袍或者是那种裙装的时候，涂这颜色绝对超好看。你看这几颜色绝了，而且特显白。这颜色全对特别显白，就是那种白到发光的那种感觉。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两支颜色真的都很适合秋冬天，而且会让丽颖爱上涂口红的颜色，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好不好？所有女生们，我来说 offer 了，一支320，谢谢我一下，谢谢你，一支320，我们直播间单买一支领50元的尾款优惠券，270一支，买一支会送我们的腮红一个。买两支，所有女生540，就是两支颜色，你可以一样一支或者两个各一个，然后我们会送一支正装口红。这个系列的也很棒，他们家魔方系列也很棒。所有女生们，如果你买两支，就是你那个红糖红绿色，就枫糖红绿色买两支，或者是一个买一支，买两支540，可以领100元的尾款优惠券，我们送正装的964号色，给你们看一下。酱红色，它的颜色跟刚刚那两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支是蓝调酱红，所以它更适合于大家秋冬天涂。这也是我日常会涂的颜色，随身带的，因为也是特别显白。这支颜色也特别特别的显白，所以这支颜色我们都送给大家，三支颜色都没有一支踩雷色，你们准备好了吗？相当于 NARS 口红三支540，再送我们的腮红给大家。准备了，建议你们买两支，买两支分开把颜色分开付定金，然后合并定金付尾款就行了。来。你就看一下这个速度有多快，口红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3、2、1 NARS 口红来咯，110号宝贝，现在只有28个人买，然后你俩再看一下101号宝贝哦，所有女生们这个口没了，红咖色下架了，全部下架了、没有了，就是卖完了，我们的口红就没有了。还可以加货吗？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是吧？现在已经608支了，就刚刚是28支嘛，然后马上帮大家把所有的货加上来啊，辛苦大家。然后他等下这边就会上一些他的库存，然后上完库存了之后，大家可以再去这边购买。但是如果没有了就没问题，这是中国限定版。好，我们上了2506支，美女们，我们马上开链接，上了2500支哦。好，加好了，
2500只加好了，2100只，然后700只，然后没有了。好吧，那我们下一个，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就这么现实，是不是感觉我很现实？没有了就下一个，我先把口红去卸一卸啊，不好意思，来，我们下一个是我们的彩妆盘。我有看过你拿这个彩妆盘拍过，就是广告，对，对对对，这个很漂亮，所有女生们 ，NARS 除了口红很好看之外，他们家还有一个法宝，就是他们家的腮红。我觉得女生们如果要选择一个腮红品牌，你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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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选择 NARS， 因为这 NARS 的腮红没有的挑、第一个粉质，第二个颜色，我跟你们说真的绝了。来，我们今天让就是丽颖来我们直播间也感受一下小课堂的感觉好不好，我们直接上黑板。如果让你从 NARS 的比较偏就是就是有名的腮红里面选择的话，你如何把我们的这几个词条贴上去好吧，就是每一个颜色对应一个词条的话，你会怎么点？比如说鱼跃红粉色，就是 NARS 家最有名的颜色，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微晶细闪、哦、微晶细闪，显白不挑皮，显白不挑皮。那那个红豆冰沙色呢？百搭，百搭。所以你平时用腮红的颜色用的最多的是比较偏豆沙色的感觉？对对，比较百搭的这种。 OK， 所以百搭的豆沙色啊、比较百搭。那蜜桃诱惑色你会觉得它是衬肤色的，对，很显气色吧，而且很显气色，而且很减龄、蜜桃色。那我们的修容色，拉古纳，立体轮廓，精致妆容，哎，很厉害。所有女生们、美们，你看哦，我们这次的 NARS 腮红一盘做到的就是第一个有显白不挑皮的颜色，我们也有百搭日常色，就是你们自己可能平时穿的风格比较的偏简约，你们可以用这个颜色、对。然后如果你想要稍微的气色好，或者夏天你想要你看起来比较的偏年轻而且元气少女，你就可以用橘色。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修容色，因为女生最近的话都会比较关心自己的五官立体，然后其实化妆可以帮助你们很好的修饰轮廓，这一盘可以搞定。所有女生们这一盘就可以搞定，而且这个外包装也很漂亮，所有女生们看到跟一般的 NARS 完全不一样，它上面有这样的绑带设计，就跟刚刚我们口红那个绑带就很像。对，这一盘搞定所有的妆。而且 NARS 的腮红你们如果要单买的话其实很贵，一颗要300-400哦，对不对？这是限量版，这是限量版包装，它的包装是第一个完全限量版，第二个 NARS 腮红一块一块那只要300-400一个，他们家 4.8 克的正装应该是没记错的话是300块，如果你要买4颗的话就是1200，但是我们今天这四颗到手价只要430，相当于美们你买一个颜色只要100多一点点，这四色的总价值是1383，我们直播间所有女生们430太划算了。所以这种限量版每一个女生都在就是年底的时候都会去买 NARS 的限量版。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就是买东西要明明白白嘛，看哦，修容多少钱，300块钱一块，腮红，然后修容360一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加起来的总价值是1300多，但是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430块钱，特别的划算。这种限量版你们一定要买回家，而且一盘搞定。包括有时候出差呀、旅游啊、工作呀，你不用带那种又是腮红又是橘色又是粉色然后又是修容盘，不用带很多盘，一盘直接拎走就可以了。所有女生们更细腻而且立体轮廓而且好气色，这一盘所有女生们480，佳琪直播间领50元的尾款优惠券，到手价430，我们会送大家我们搭配的一把腮红刷，然后我们还会送大家他们家的奶油冻的遮瑕，这支遮瑕巨好用，这支遮瑕完全不会卡粉，而且不会厚重，不会斑驳。再送他们家的一支唇线笔，给你们看一下，这是玫瑰豆沙色，而这几颜色我也推荐你用，这几颜色非常好看，他们家唇线笔也很火的，就这种融雾融雾的颜色，它有点像有点磨毛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挤皮包包的感觉，所以这几天涂在嘴巴上非常好看，就是有点蜜桃豆沙色的感觉。这一支我们会送给大家他们家的唇线笔。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们要来了哦，我们的价格480，加入直播间430，只有4100个限量盘。3、2、1，我们上链接来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上链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领50元的尾款人。好，下一个。就这么直接好不好，来我们下一个，辛苦。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国货品牌好想你，听说丽颖是一个
本人非常注重养生和保养的人，就还比较喜欢养生。所以你平时喝水的话是喝冷的还是喝热的？我肯定是要喝热的，一定喝热的。对，我刚刚看到你好像就平时电风扇也不会去吹的，不能吹啊，不能吹电风扇，会着凉啊，就会容易着凉。所以美们，就是我听说好像你是保温杯，一直不离手，不离手保温杯，夏天都要喝热水，冬天夏天都喝热水。对，嗯。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剧组里就会。不管都会泡一些那个红枣啊，枸杞还有玫瑰。那今天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就是演示一遍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泡那种养生茶的效果，好不好？小心烫哦。但其实我最好是觉得这个要煮一下的，如果是不方便的，没有那个焖烧壶，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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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或者是那种就煮的那种养生壶，软一点，其实那个煮出来的水的味道会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喝烫水，如果是单独那种热水的话，可能就不好喝，就越喝越难喝。对，它还没有那个泡开。哦、啊。最好的是要煮一煮。是煮一煮，如果没有那个条件的话，可能就是泡一下。OK、嗯。而且现在大家可能会买一些焖烧杯或者那种养生壶都可以，小心热哦。这是要。对，你就可以把，比如说我们的红枣，而且这种红枣非常方便，就是去核红枣，就你不用担心它里面有核。嗯。煮燕窝、煮银耳啊，都可以泡水啊。所以银耳汤包括燕窝，然后泡水都可以放，然后可以放一点枸杞，然后还有玫瑰花都可以放进去。枸杞好像我放的比较少。你放枸杞比较少。因为有时候怕那个上火。怕上火。所以我会如果每天喝的话，其实不用那么太大的量。就是比较小量，少量少量的去做就行了。对对对。OK， 好了，那所有女生们、美们。告诉大家，秋冬要临近了，我们是时候要吃一些滋补的东西了。包括秋冬天，大家很喜欢喝一些热的一些甜点，或者是一些粥之类的。对，它还有那个，青菲菲的那个银耳，也是我在剧组里就会。哦，你也会喜欢，就银耳。对对对，就它比较方便啊。有时候我们像去到那些外面的场景啊，就可能我们直接泡直接喝，就会选择喝一个。哦，就喝银耳也很好，比较方便。是，然后也可以加红枣。出来的质地也特别好，对，可以加红枣。是，可以加红枣，然后煮银耳粥都可以。那所有女生们，好想你。红枣大家冬天一定要买，为什么？因为好想你的红枣是有新吃法，因为它不用土喝。温土喝也可以，这样就对，直接可以吃。它是机器去核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全自动去核。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就是放心到它的去核率达到95%以上。嗯，而且这款产品哦，给你们看一下，它其实这样的一大盒里面是一包一包的。就女生有的时候可能去，比如说办公室 啊，或者是出去玩呐、啊，或者逛街啊，有的时候下午饿了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直接开始吃那一种。然后包括你们要煲汤，煲汤对。突然要煲汤，非常的方便，直接打开一个丢进去。对对，不用再去外面买，也不用洗，对，就直接拎出来直接吃都可以。煲汤、煮粥，然后包括干吃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嗯、来吧，所有女生们，好想你红枣，这是我们的去核红枣，它一盒里面有30包，一包里面大概有5到6颗，因为它是按克重的，这一盒的克重是600克。嗯，佳琪直播间所有女生，我来，108块钱两箱，就这样的两大箱，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69块钱两大箱。就相当于第二箱不要钱，一箱69，第二箱0元，而且我们还会再送大家这一次我们的丽颖的帆布包，会有一个这样的丽颖的帆布包送给大家，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数量填一就是两箱，好不好？我们领19元的尾款优惠券。好想你的红枣，以前大家在线下的时候就觉得，就小时候吃得起好想你，觉得这自己家庭还是蛮好的那一种感觉。而且以前线下店很多地方就走两步就有个好想你，走两步就有个好想你，真的是中国非常非常好的品牌，而且它用到的都是新疆阿克苏的灰藻，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鲜采直达，冷链，然后双重杀菌，下架啦，自动化去核，它的味道很香浓，它不添加额外的香精啊、防腐剂啊或者调味剂。对，其实在代言好想你之前，我是不知道其实红枣是有可以这么讲究的一个过程品牌。 对, 对，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包装，非常的就是方 便，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吃起来。对，而且冬天吃一点核枣，吃一点红枣特别特别的好，包括你可以要红枣夹着核桃一起吃都可以。对对 对, 对，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很多的吃法，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自己去搜一搜啊。来，我们的好想你红枣上链接吧。是，又没了，已经多少了？已经10000了。来，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好想你的红枣，数量填一就行了，辛苦大家，在112号宝贝链接。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领19元的优惠券。好的，我们又加了5000，还有2000，又没了，多加一点吧，要老板，他们就只有70000箱啊。那我们就把70000箱全加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平时卖也要卖就是50000箱以上，我们把它把货全部加掉啊。
辛苦大家，我们再加一点我们的好想你的红枣给大家，辛苦喽。你平时吃干枣吗？吃呀、啊。就是那种脆枣，就是我其实在线下我是大概就是五年前才吃过那种脆枣，然后我觉得吃脆枣好好吃，而且吃脆枣就是有一种，就是咬那种就是那种薯条的那种感觉。是哪种脆枣？就是那种大颗脆枣，就是已经就是把它烘干了的那种脆枣。我只知道就是好想你这种脆枣。对对，我还有一款绿色的，我最对最喜欢吃那个。是，所有女生们、美们，阿克苏的灰枣，我们这次帮大家还拿了脆枣出来了。因为刚刚那种枣子可能比较的适合什么？适合大家去煲汤呀、煲水呀、泡水，这个就是直接吃的。美们看一下啊，它是这种，也是红枣，但它把它做了什么？做了第一个无核，去除了里面的核；第二个用到的是 VF 的真空冻干技术，它是非油炸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像零食一样，小就吃起来真的嘎嘣脆。我跟你说，真的，我假牙都可以吃，你听啊。其实我的牙碎了，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真的很脆，就是越吃越香，有点像吃那种膨化食品的感觉。对，就是可以替代一些零食。对，膨化食品可以少吃。对，膨化食品少吃，因为不是那么的健康。但这一款是第一个不添加防腐剂，所以刚刚听到那个声音，感觉很想要挑战一下，就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甜味剂，不添加香精和色素，就开袋即食，就真的好好吃，而且它甜而不腻。它没有额外的添加一些甜蜜素进去，或者是白砂糖进去，就大家就完全放心，就是新疆的灰枣，就吃起来就会觉得，可能旁边人会说你少生点，要不再给我一袋也可以。对，就这种红枣真的是吃到后面就是要分享的那一种，来吧，吃，一起吃啊，来，108两箱也是600克一箱，这是我们的脆枣，佳琪直播间领19元的尾款优惠券。做到的一样，69两箱给大家，我们每一箱里面有30小包，然后我们同样也会送丽颖的帆布包一个给大家，好不好？所有女生们，我们的脆枣3、2、1上链接。哎，好想你的，哎，对，不好意思，这个更便宜，50块9毛钱两箱。对不起，领10元优惠券，这个更划算，59块9毛钱两箱，好不好？送帆布包59块9毛钱两箱，不好意思，我说错价格了。对不起，哦，这个不送帆布包 ，OK。刚刚送帆布包，这个不送帆布包啊。没有，我刚刚很激动，就是我想要好想你，老板在不在？你们那个都没货了，112号宝贝，加不了了，一箱都没了，加不了了。可以去种的，我们去问。可以去种，去摘吧，好不好？好吧，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用到的是 VF 的真空滴油。低温的一个油浴，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下，是脱水脱水锁住营养的一个就是技术啊，好不好？那你们只能买脆枣了，因为刚刚那个免洗的红枣是完全没了，一箱都没有了。大家赶快去抢113号宝贝的脆枣，脆枣也同样好吃，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买买看，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脆枣加了20000箱也没有了，对，那好想你老板。你今天晚上真的赚了，我开玩笑，就发挥的非常非常的好，谢谢丽颖，真的特别特别的厉害。那丽颖有没有觉得就是直播带货很好玩，或者你觉得跟我们直播这样一讲好快，就是我的速度太快了？不是，我会觉得他下架的很快，对啊，就卖完的很快，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有成就感，就是你会觉得有种成就感。欢迎下次把你代言的所有品牌都拉来，我们做一个专场。好不好？那种成就感可能会更久一点点时间。好，那这样我们还是想要希望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喜欢你的女生和男生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女生们说一句对他们的祝福，或者是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按理说应该是要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对，但是其实觉得可以快乐消费，就是够快乐，对不对？就买东西快乐起来，就可以让自己更快乐一些，是。好不好？按道理应该说是理性消费，但是可以自己如果购物很快的话，也可以让自己快乐起来。对，好的，谢谢丽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辛苦丽颖，谢谢，辛苦你了，谢谢，欢迎下次再来我们直播间玩，好，把你代言的好产品都给我们一起带过来那一种，谢谢，拜拜，辛苦，拜拜，下次见，拜拜，辛苦，谢谢，好的。